好好好，一直觉得班排是挺和睦的，原来是有些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踩我们一脚。万分赞成，好玩，我倒要看看你是能上天还是能入地。不是，你躲什么呀？来，出来和我对。哎呦，好，这号雷玩的好，那你就去死。不对不对，这不是他的主场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一次的1v1我不能输啊！我代表的不只是我自己，我得发力了。他就在前面房子，往右手走，骗他过来。跟这种高手打，提前雷用处很渺小，打一波逆向思维，门先打坏，让他以为我们要跟他拼枪。实则我们的闪光弹早已准备好，先贴过去。等他恋战的时候，我们的闪光弹就该出手了。已经用过的招数了，你还想在这里用第二次啊？你当我是小白啊？这里音乐声放小，让你们看一下什么是恐怖。我靠，难道这就万分战神的实力吗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面对的是我，怎可能让你那么轻易的就赢？预瞄点他已经加好，直接拉出去肯定要吃子弹，先拉扯，找一下他的节奏。上半场打了个4-6，下半场真的一点失误都不能有了。换一个带劲点的 BGM， 我要发力了。这颗雷是你结束前最后的机会，可你没有把握住。